再背十朵啊。这边上面写的什么字啊？农家土鸡蛋。咱这个神秘人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这个鸡蛋都会煮熟呢？你看，煮熟了。这没有。煮熟了。哎，这晃悠还软着呢。看软着就是煮熟了。真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就是咱这个神秘人做饭技术可能太超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要煮的也软了吗？是吗？最软的是里边是水鸡蛋，水鸡蛋很好喝。专门的水鸡蛋是不是？对。那你看那手了。太像了。真没熟过，咱不吃，不吃啊！那这本来你就吃你饺子，你觉得饺子好，咱把饺子吃了，咱就找村长去了，好吗？行。嗯。为什么对？这饺子还有口味吗？这饺子还不……怎么吃错了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拿着纸擦手。不许往衣服上擦，不许往发夹了吧？是不是发夹了？不许往衣服上擦啊！来来来，你看，你这是几斤啊？好，你错了，你把手擦手。